大家好，我是徐老师。今天我们来讲2020年的 AMC 10 B 第十八题到第二十五题。好的，那我们先看第十八题。An urn contains one red ball and one blue ball. A box of extra red blue balls lie nearby. George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operation. Blah blah blah. After four iteration, the urn contains six balls. What's probably that the urn contains three balls of each color? 那它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 red， 一个 blue。那么比如说它下一个，它比如说它拿出一个 red， 或者拿出一个 blue， 那这个的 probability 是一样的。那如果是 red 的话，那它下面又可以分解成 red、blue。那如果这个是 red 的话，那剩下就是 blue 和 blue。如果这个是 blue 的话，那就是 red 或者 blue， 然后这个就必须是blue， 而这个必须是 red。那我们只要算上面一种就行了。上面这一种的话，比如说我们考虑这种的话，它这个是 red 的 probability 是二分之一，然后下一个是 red 是三分之二，再下一个是 blue 是四分之一。再下一个是五分之二，所以乘起来就是这个是二，三十分之一。然后再考虑第二个，那这个也是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二乘以五分之二，也会算到三十分之一。那可以想象下面一个也肯定是三十分之一。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算一下，三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二乘以五分之二，对，那么这种算出来三个加起来就是十分之一，然后再乘一个二，答案就是五分之一。好，第十九题。Certain card game, the number of distinct hands that can be dealt to player can be written as, 那么实际上它相当于是五十二个里面取十个。那我们只要给它算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最后一个是零嘛，只要算出这个 A 第二位就可以了。那么就是50 49 48 47 46 45 44 43，底下是十个是19 8 7 6 5 4 3 2 1，然后我们来约一下吧，50给它 cancel 了，4849，那这个还剩7 9，这个还剩5，然后这个还剩13，这个还剩17，这个2和这个吧，还剩22，然后这个5和这个22拿出一个2变成11，然后就会变成这个0嘛，剩下只要考虑它这个 A 是 unit digit 就行了。那么3乘以1是 1, 1乘以7是 7, 7乘以4是9，六九五是四，四乘以三，答案就是二。好，第二十题。Let B be a right rectangular prism. 一三四，那我们画一下。好的，他说 with R。S be the set of points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at lie within a distance r of some point B。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比如说这一段是 r， 那么它到这里的话，相当于是，你看画了这么一个，它这里从这里上面过来也是，它这里也有一个 r。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R， 它这样过来，这里也有一个 R， 然后这里下来，这里也有一个 R， 就画的不太清楚吧。它这里实际上在这个角落里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然后这样过来，这里是一个球，然后这样过来，这里也是一个球。总之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四条边，
它这个其中一条边呢，就是一个四分之一的，是这样一个长的 cylinder，一个圆柱的，一个四分之一的圆柱。然后它这样，比如说这样横着的四条边拼起来，刚好是一个圆柱。那么它这个圆柱的体积就是派乘以这个 r 的平方乘以这个圆柱的长度。这个就是圆柱的长度，比如说有四个拼起来刚好是一个吧，那么乘以三，这个四也四这样拼起来也有一个四，然后拼起来也有一个一，这个就是四条边。然后一个角呢，一个角实际上是一个八分之一的球，那么八个角拼起来刚好是一个球，就乘以派乘以 r 的三次方。然后中间它上面还有一个凸起来的，是派乘以，比如说三乘以四这个面积，再乘上一个 r，那这样有几块呢？是三乘以四加上这个三乘以一加上一乘以四再乘以二，这个就是凸起来的。然后最中间还有一个 core，就是一乘以三乘以四，就是最中间那个蓝色的这一块。所以这些个全都加起来，球它的体积是三分之四派 r 立方，这里漏了。然后圆柱是派 r 平方乘以高，没错。然后这个是，应该是 r 是高度乘上这个面积，然后乘上 r，没错。那么 a 就相当于是八倍的派。A 是不对，A 是等于四三分之四派，就是 A，B 是八倍的派，C 是这个是12加3加4，719，38，D 是12。那么他问的是 BC 除以 AD。那么 BC 除以 AD 是八派乘以38除以 AD，三分之四乘以12，这个是16，对，答案就是19。好，第21题，他说这每一个的面积都是一，那么这个实际上应该是根号2。然后整体加起来是四，那么所以边长应该是二，所以比一这条边应该是二减根号二。然后 what is fi square？我们假设 fi 是 x 吧，它问的是什么是 x square？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补上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二减根号二的平方除以二。这个是四加二减去四倍根号二除以二，会等于三减四倍根号二，三减去两倍根号二，然后再加上一，就是这个 x square 除以二会等于这个东西加上一，就是四减去两倍的根号二，所以 x square 就等于八减去四倍根号二。好，第22题。What's the remainder when 这个除以这个？那我们考虑一下，先把这个整体乘上一个二的101次，这个会得到二的202次，加上二的152次，加上二的101次，然后看一下，没算错哈，没算错。然后用这个减掉这个，会算到二的152次加上二的101次，减去202。然后再把那相当于现在 remainder 相当于就是这个了，mod 为这个。再接下来再用这个乘上二的51次，这个会算到二的152次加上二的。102次加上二的51次，然后用这个减掉下面这个，这个会算到二的102次减掉二的101次，
加上2的51次，加上202。而这个减这个，相当于是2的101次，乘上一个2减1，所以这个整体就变成了2的101次加上2的51次加上202，而这个再减掉原来的这个一倍，2的01次加上2的51次加上1次，这个减一下，最后还剩下201，所以 remainder 就是201。好，第23题square ABCD in the coordinate 是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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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休时和 reflection。他说，巴拉巴拉巴拉。How many sequence of 20 transformations chosen from this will send all the labeled the vertices back to their original position? 这个是 ABCD， 它原来是一个正方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数字很大，它原来是，它本来可以任意转四次，那么转二十次，本来最多可以转四，本来的答案是四的二十次，差不多到二的四十次，然后底下这个比较接近，那我们考虑一下，就是比如说前十九次它是任意转的，我们知道 A 如果转一次的话，它就会在框准二或者框准四，它不管怎么 reflection 或者转的话都会在框准二或四，如果转两次或者四次，反正就是偶数次的话，它都会在框准一或者框准三，那么它转了十九次之后，它肯定就会在框准二或者在框准四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画一个，就画个正方形吧，比如说现在 A 到了这儿，那么它不管怎么样， 它现在的顺序只有几种可能， ABCD 顺时针，或者这个 ABCD 逆时针，或者呢如果它在框针四里面，那就是 ABCD 逆时针，或者它在框针四里面 ABCD 顺时针，他就转了十九次之后只剩这么几种可能。然后比如说是第一种 ABCD， 那么他只要做一个 reflection 就可以了，做一个根据 Y 轴做一个 reflection 就回去了。然后是第二种情况呢，他转一下就可以了，顺时针转九十度。然后第三种情况，他逆时针转九十度就可以了。第四种情况，做一个 reflection 就可以了。所以它前十九种不管怎么转，最后总有办法把它变回到原来的，而且这个办法是确定的。所以就是前面是四的十九次，最后它就确定了，或者说原来的乘上四分之一，反正算出来结果是一样了，就是二的三十八次。好，第二十四题。How many positive integer n satisfy this? 那我们先考虑，假设原来没有这个符号，原来 n 加1000会等于70根号 n， 稍微算一下 n 的平方加上 2000n 加上1234566 10的6次方会等于 4900n，然后 n 方减去 2900n 加上10的6次方会等于0，这个你可以给它 factor 成 n 减去 400n 减去2500会等于0，所以 n 就等于400或者2500两个解。然后并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n 它必须是加上1000会除以70会等于0，会是一个整数，所以 n 可以等于50，然后就是 mod 70吧，就是比如说50 120 190这种，就每次加70，那么400是满足这个条件的，2500也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所以这两个是可以的。
那我们考虑400左右的情况吧，比如说400减掉70，330，那么它左边 left hand side 会算到原来400带进去会算出来，400放进去会算出来1400除以70会算出来20嘛，那么现在变掉330 left hand side 会算成19，那么我们知道19的平方是361，所以400开根号会算到，400是可以的，就是说330可以吗？330开根号说明只能算到18多一点，只能算到18多一点，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我们再往上考虑，再往上一个就是470。470，那么这边是 right hand side 会算到21，21的话，21的平方等于441，说明470开根号是可以算到21多一点的，所以这个21是可以的。再考虑一个22，那么这个是540开根号会算到什么呢？22的平方是484。23的平方会等于是多少？23、23、69、46，529。所以这个会算到23多一点，所以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上下都已经确认了，所以400左右能算出来400和470两种。那么再考虑2500左右吧，2500左右，比如说，先往下吧。2500就是2500放进去，会算出来50。那么给它，比如说减掉一个70，2430，那么它就会算到 left hand side 会算到49的平方。这个用计算机算一下吧，虽然是不能用的，2401，那么是可以的，对吧？它说明2430的开根号是可以算到49左右的，那这个是可以的。那再考虑下一个，减掉70，2360，这个会算到48。48的平方，2304，这个也是可以的。再算47，2290，47的平方，2209，这个也是可以的。再往下算一个46，我先把它圈出来，46。这个是2220，46的平方，2220已经超过这个了，所以这边2220的平开根号会算到47多一点，所以这个往下就不行了。那再考虑往上的，往上的话，比如说是刚才已经算过了50，这个50是可以的，考虑51就是2570。51的平方会算到2601，那不行，2601，那说明已经超过了，说明它这个2570开根号只能算到50多一点，所以往上也不行了。所以50左右只有四种，加上前面四十四，呃，加上前面四，呃，这个前面还有两个400和470，所以加起来就是6个。好，第二十五题，25题地方不够了，那我先把它擦了。好，然后我把这个截一个屏吧，给它放到下面。好。好，我们看第25题，
他说，他说 dn denote number of ways writing the positive integer n as a product。D96。那么首先我们看到96是等于2的5次方乘上3，而且他说这个 different order 是认为是不同的两个的。那我们考虑 k 的话，说明 k 就有一、二一直到六种情况。那么分开讨论一下好了。第一种，比如说 k 等于一，那么就是只能是96嘛，就一种。然后 k 等于二呢，它就可以写成三乘上二的 a 次方，另外一个就是二的 b 次方。那这个三可以放在任意一个位置，那么就有两种。然后剩下的 ab，我们就有 a 加 b 应该是等于5，然后 b 必须大于等于1，这个我们可以用 star and bars，比如说先把其中一个一分给 b，那么剩下就是 a 加 b 必须要等于4，然后可以随便排，那么就是相当于它是有一二三四个球。一个 bar，那么一个 bar 可以，它就有五个位置，一个 bar 可以有一二三四五个位置，就是五个里面选一个嘛，这个是五种，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star and bars，这个方法是一定要掌握的哈。那么就五乘以二等于十，然后再考虑 k 等于三，那么就有三乘上二的 a 次，二的 b 次，二的 c 次，同样的，这个三可以放三个位置，那么就是三乘以。然后剩下的我们有 a 加 b 加 c 等于，还是等于5，然后 b 和 c 必须大于等于1。那我们先把这个一分给 b 和 c，先把一分配好，剩下就是 a 加 b 加 c 必须会等于3。我们又可以用 star and bar，相当于是三个球要用两个 bar，对，三个球两个 bar，那么就是五个里面选两个，这个有10种，那么三乘以十就是30种。三十、十和一，然后再考虑 k 等于四，同样的，是三可以放在四个位置，然后剩下的二的 a 次、二的 b 次、二的 c 次、二的 d 次，然后我们有 a 加 b 加 c 加 d 是等于5，然后先把这一个给分掉，那么就说明它会等于二，相当于是两个球，三个 bar。对，三个 bar，两个球三个 bar，那么还是五个里面选三个，或者五个里面选两个都会算到十，那么四乘以十就是40种。然后再考虑 k 等于五，然后 k 等于五的话，三的话有五个位子，然后剩下的二的 a 次，我们有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会等于。五，其中呢，先把各自的一个分掉，最后等于一，然后相当于一个球四个 bar，一个球四个 bar，或者说剩下这个一分给他们五个中的任意一个，那么这个应该是有五种，那么五乘以五就是25，最后 k 等于六呢，那么分别是这种嘛，那么三是可以。再任意一个位置，这个就有六种，所以把这些个全都加起来，就是这个是41，加上这个是31，71，加起来是112。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次见，拜拜。